净中学会理事同仁慈悲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昨天给大家提到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来道场？ 参与共修，所以啊，我们每做一桩事情啊，都得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为何我们而做？在我们这一个。 终止目标定下去的时候，不允许啊有任何迷信的成分在里面。我们念佛人啊，好多没念佛还好。 念佛以后啊，比没念佛之前还迷信啊。譬如说，我们早上啊很忙，做不到早课啊。今天下来啊，感觉上非常的衰。 啊，踢到脚啦，跌倒啦，给老板骂啦，啊，我们就会怎样啦？哦，早上没有做功课，阿弥陀佛给我们 punish t 了，啊，来罚我们了，哦，快点快点补回去，有吗？大错特错，我们佛教。 佛菩萨不会来惩罚我们的，佛菩萨不会来作弄我们的，要知道哦这一点。佛菩萨一心一意就要来。 救度我们这一些、啊、迷途羔羊、迷惑颠倒的众生，他不是来惩罚我们，不像其他的宗教信仰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。而我们遇到一切不顺，为什么呢？ 这都是因果定律，所以佛教导我们的，要跳出这一个因果。为什么要跳出来呢？因为呀、啊，我们过去生中不知道造了什么业，我们在迷惑颠倒当中啊。 不知道做了多少的错事，今天我们学会了，学明白了，了解了，我们就要把它改过来。但是。 我们娑婆世界这一个游戏规则啊，因缘果报啊，是不会更改的哦。如是因，就肯定会有如是果。因果呢？ 是相对的哦，英国是不可能替代的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先搞明白，先搞清楚。所以有一些人啊，他做了坏事。 不善的法，哎，过后呢，去做一大堆的好事，想要来弥补，想要来 cover，cover cover 得到吗？告诉诸位，不可能。因果是一对一的，就像 calculator 一样。 啊，我教数学的哈，所以每天用 calculator calculator，你按二，它能出三吗？不可能。如果你按二，它出三，就这个 calculator 要丢掉了，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英国也是如此啊，没有的替代的。你做了二业。 肯定就会有恶果等着我们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经典上、祖师大德开示的语录上听到这一句话：“菩萨为因，有吗？众生为果。” 菩萨为什么会怕因？因为因一种下去，果报肯定出来。你种不善的，肯定会有不善的；你种好的，它将会有好的在后头。因果循环啊，丝毫不爽啊！所以现在问题来了。 我们过去生中，我们讲了，给诸位说了，我们过去生中没有学佛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了解，我们糊涂，做了许许多多的错事，该怎么办？有佛法，就有办法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佛陀。 教导我们的跟其他宗教教导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一边。佛陀教导我们，因和果是肯定了的，没的办法了。但是，因要变成果，它需要一个过程。 对不对？啊、呃，这个因不可能马上果，不可能，哎，一定要具足条件。所以我们佛教啊，我们佛法教导的因缘法，哎，这个有没有听过啊？啊、呃，缘起缘灭有吗？哎，这个就是佛法。 啊，我们念佛也不外乎哦，啊，也是在里头的哦，一样的哦，哎，所以啊，都在因缘当中，所以因要变果，中间要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缘，就好比一颗种子。 我种下去了这个土，然后我发现到这一个种子，哈，这一个种子是不好的种子，啊，可能它长出来，它结果的时候是酸酸的，我不要。如果你不想要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已经种了，然后你去挖，你也找不到，哎，它去哪里了？怎么办？我们有办法。 啊，这就是佛法了啊！我们不要给他成长的圆什么叫成长的圆譬如我不浇水，我不给他太阳，不给他施肥，他能长得出来吗？机会就很小了，不可能讲。不不要讲一百八千，肯定不能长，没有了。 因为它有土了吗？哎，啊，这个你种下去了了。哎，现在问题呢，就不要给它成长起来。我们不给它阳光，不给它水分，不给它施肥、肥料。啊，哎，如果做得到，我们不给它空气，给它包起来，哎、用 plastic bag。 啊，然后真空，看它还能不能长。哎，这个就是缘。佛陀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因，我们种下去啦。过去生中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我们没学佛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做了好多的错事。我们学佛人哦，告诉诸位。 我们要学会忏悔。忏悔是什么？忏悔不是叫你看不起自己哦。所以头一天就给诸位说了，我们念佛这个信愿行啊的信啊，第一个要信我、啊，信自己啊。我没有叫你看不起自己哦。 忏悔没有叫自己看不起自己哦，哎，忏悔是什么？忏悔是知道清楚明白我们所做的错误，从这个错误当中我们学习，我们提升，我们不要再犯，这就叫做忏悔。 哎，而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有给我们提到过、哦，譬如我们做错这个事情哦，不要一直啊，三五十就把他提出来。哎呀，我做这个错事啊，然后过了明天我又做这个错事啊，每一天又一直在讲这这一个错事，每想一遍你再造一次。 因为罪从心起，一切的罪都是从我们心里面。所以你做错的那件事情，我们一直在想我做错，我做错，天天忏悔，天天在那边哭，天天跪在那边，稀里哗啦。哎，你每一做一次，你就在那边犯多一次。所以我们不要，我要告诉自己。 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们不是佛，我们不是菩萨。我肯定做错很多，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足。哎，学佛就是学认识自己哦。啊，我学在马来西亚以前呐、啊，是国民服务兵役。 营里面的宗教讲师啊，我去里面跟他们这一些十多岁的小孩讲佛法的，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你跟他讲啊，讲很深，哎，等下他听不下去，因为我们有十堂课，我要 attract 他们，哎，所以啊，我介绍的佛法是很活的，好像佛佛教是教我们什么？ 其实真真实实，你去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是了解自己罢了，看清自己，明白自己。哎，所以我们学佛啊，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哦，知道自己的 b a d e 知道自己的习气，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们就有的救。哎，如果学佛啊。 自以为良好，哎，我们学佛人啊，都会讲啊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学的不错呢，你看我做的不错呢，这样子呢，你就没有成长的机会了。你要成佛很难了，因为你现在还是在做已知的，在做拜殿的，不是做莲花了。所以一天，我们还没登上年平。 就代表我们还有问题，找出来，找出来了以后，我们不要再继续，那就叫忏悔了。哎，我们要知道哦，忏悔是这样忏哦。所以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不知道的，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，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，还没出家之前没有学到。 啊，我以为忏悔啊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跪在这一个佛菩萨面前呐、啊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哦，我忏悔了，错，一点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忏悔法里面呐、啊，其中最真实的就是，你必须一定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你才有办法，你才有办法忏得到。 你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你说你忏悔了，骗人！哎，你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？你怎样改过？哎，所以我们要明白哦，忏悔的意义。哎，所以呀、啊，话说回来，佛法教我们掌握缘。 哎，哎，佛就讲这个缘。我们的人生掌握在我们的手中，是因为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因缘，掌握这个缘。哎，譬如说，这个我知道种下去了，呃啊，碳酸的，出来没有人要吃了。这个水果好，我不给它阳光，不给它浇水，不给它施肥，不给它空气。 它就长不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？同样的，我们的人生。所以佛陀最初的戒律啊，佛教我们的戒律，哇，现在很多人啊，一朗朗上口。啊，佛的戒律有什么？三规、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啊，十常摩尼菩萨戒。 你看，很多、哦、你念念念念念有词，忘记了。我们其实佛教最初最原始的释迦牟尼佛来传给我们的，每一个人都懂，但是把它忽略了。那是什么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个就是佛陀给我们。 四众弟子的借条，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这就叫我们要掌握缘，掌握住这个缘。当我们时时刻刻没做坏事，我们时时刻刻没干恶的，我们都在做善的。 我们这四周啊，我们的磁场，我们的作为，全部都是善的。告诉诸位，恶的还会出现吗？不会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圆都是善的圆，这个恶的种子虽然是有，但是它不会长出来，它没机会。 就好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没有恶？没有恶了，为什么呢？原本是有这个恶因，但是也没有了，是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嘛，全部都是善的嘛，你哪里还会有？啊，譬如我们讲贪呐、啊，贪什么？贪贪黄金，啊，贪这一些宝石，贪钱。 去西方极乐世界不用贪，为什么黄金不地？地上走的都是黄金，你还贪什么？没有东西好贪的，全部都有了，随手一抓就有了，不用贪了。我们需要不要需要贪吃呢？也不用了。第一天跟诸诸位说了，我们失十得十，失一得一。啊，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用讲说去 shopping。 不用了，不用去学病了，哎，而想什么就有了。你看，全部居住了，你还要什么？所以就没有这个恶的源了。所以，我们就掌握这个缘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学佛了，明白了，我们就要一直保持，天天啊。 就在做善、做好的，不单单只是做。跟诸位说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很多念佛人啊，来找师父啊，他讲：“师父，我学佛念佛这么多年了，终灭安呢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阿弥陀佛没有看到？” 啊，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哦！啊，在墨学的这一个道场里面，有一位同修，哎，他介绍的，他他都没有来过我们道场的，啊，他是听到了有这个法师，所以他在医院的时候呢，他姐姐在医院，哎，所以在医院呐、啊，中了这一个 cancer，在大腿上，然后已经啊，他掀开给我看了、啊。 都已经烂到看到他的骨，然后他的姐姐一看到我，盈泪满面，哇，整个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他问我一句：“为什么我今生今世做的这么好？每一个善事好事我都做，今天还会得到这个果？” 你要知道哦，这一位啊，同修啊，他布施啊，不像我们哦。我们布施是什么？买一包米，一罐油，哎呀，去佛堂供养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做。他不是的哦。他买的都是一箩里一箩里哦，送到泰国去的哦，给寺院用。柴盐油米酱醋茶。 哪一间寺院要盖道场的，他都出钱出力买砖买沙。sponsor，蛮有钱的啦，吼<嘿>，哎，所以啊，他做这么多，你知道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他不念佛了，他讲阿弥陀佛，我不求，没有眼睛的，没有看到我做这样多。你看，我刚才讲了重点在哪里？一切唯心。 所以，今天我们这几堂课下来的课题啊，讲的就是宗旨目标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心态很重要啊。你做这么多是善事，如果你的心态不一样，你看你到最后你的果报是怎样？果遭于渠不一样了。 跟你所做的看起来，哼、嗯，每个人也是这样做啊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最后人家，一做善事会得善报，现在我做善事得到恶报？就像我们老和尚提倡，哎，教我们大家共同要学的“欲尽欲功，欲造神迹”。啊，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？ 啊，现在好像有八集的连续剧哦，《也在克矿》啦，可以去看啊。这个我也是鼓励年轻人啊，都看，因为年轻人你叫他看经典，他不会看的，他喜欢看戏，给给他看电电影，哎，所以玉尽义工啊，他做善事，放生，哎，做义工，你看他的下场是什么？ 生一个孩子十一个，他家里后面的院子啊，都是他儿女的坟墓啊。甚至于他的太太啊，你看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，哭瞎了眼睛啊，眼睛都哭啊，哭瞎了。他这个欲静意，哎，他是不是？ 不好呢，很好啊！做义工、放生、做好事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呢？所以最后，究根到底，哎，回来看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灶神一来啊，就呵斥他。 来美意啦，老魁。嗯，这个广东话老魁。啊。你是大好人，但是你自己想想看，你的心是怎样的？你的头脑是怎么想的？你放生，你还去买大大条的鱼，很好吃，自己家里煮。这个你叫放生。 哎，你看，所以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呐、啊，学佛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不要做外表，不要做假假好人。这个是我常常给我们寺院里面的义工讲的。哎，不要跟我做好人哦。 哎，你做好人，你要做大好人，你就会给人家做坏人。啊，你什么都可以，好像譬如我们三十 C 呢，有超排位嘛，我们有 a s p i r e 啊，这个 deadline 有没有？啊，停了，截止了，没有了，哎，就不能写了。但是有一些同学啊，他讲师傅不用紧啦，我还有时间呢，我帮他写两个啦。 好人哦，其实是最坏的，哎，所以不要做这种好的事，这种不叫好，是虚伪的好，哎，所以啊，玉净玉这个故事啊，真的可以给我们借镜，做一面镜子照着，我们有没有像他？ 外表哇，我念佛，我放生，我做好事，心里面是怎样的？心的目的是怎样的？所以这位啊，刚才给诸位讲得了癌症的，啊，他真的回到家，医医生叫他回去等时间了，就不到了，哎，所以就等时间，他一回到家。 他把全部的念佛机、佛号全部丢掉，不要了。他讲啊，我一生人，你看我不喝酒，怎么来酒我要喝啊来了，哎，我要打马球啊，我要赌啊，二十一点，不，我我不知道了怎样赌了？他他的亲戚。 给我们报告的，他讲哇，回去反常，不念佛了，不什么了，啊，过不久，死死了，不可以讲往生哦，因为往生不了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一生人做这么大的好事哦，他是一箩里一箩里的哦，因为心态不一样，因为心态。 不正确，哎，所以很重要的，你不要做这么多了。然后你的心不对，好像譬如你一罗里来，你要怎么样？要给人家讲，哦，这个大善人又来了，哎，朗欧洛知道什么叫欧洛吗？啊、呃，就是什么称赞呐、啊，哦，要人家赞叹他，啊、呃，要人家巴护他，来的时候要铺红地毯。 哇，走路有风！所以我跟诸位说，在我们寺院里面啊，无论你是什么职位都好，都是平等义工啊。我们的理事职位啊，啊，我们这一个是 government 要的，哎，我们要 register 的时候要 seven percent，要有七个人至少啊 minimum 啊，要有什么？ 啊、uh,，principal 啊，还有那个 president，不是 principal 啊 uh,，president 啊、uh,，wife president，然后 treasurer，还有 secretary 啊、uh,，然后这一些，哎，全部加加加加,加起来七个。我常常开会啊，我们理事是每两个月至少一堂，我们要开会，但是我们每个月见一次，哎，我们都会开会一次啊。其实我们不叫开会。 佛门里面我们叫结魔，哎，结魔就是开会，哎，就做决定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些理事啊，跟他常常提醒他们，我们只有在结魔里头，就是我们只有在开会会议里面，我才是财政，我才是秘书，我才是主席。 我一出了这一个会议以后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义工。如果你是在乡基组里面，乡基组炒菜的、煮菜的，你在里面香鸡组有组长，你在里面帮忙的，你也要听组长讲，不是说哎，我是外 president 呢，不是哦，没有了的，平等。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道场里面呢、啊，告诉你，昨天有同学提到啊，哎，跟我讲啊，哦，我们马来西亚有那一些达多达丁有没有？拿督啊，这个头衔啊，这个是大人物啦，哎，告诉诸位，来到我们道场哦，我们没有铺红地毯的哦，啊，达都达丁、丹斯里、婆什么都好。 他依旧要安排洗碗洗碟，一样要去洗厕所，一样同样的平等。你一来，你没有身份；如果你来了，你还有身份，错了，那你不用来。等下，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位，啊，果报现前的时候，就问了：怎么我给这么多钱？ 哎，hey, 我还有这个果报，还怪观音菩萨，还怪阿弥陀佛。你看，我们不要一切平等啊，没有 nothing special for you 啊，你不要带着哦，I'm that do 啊，没有没有拿度，都是同修。 啊，我们信中学会啊，无论男女，我们都称师兄，哎，啊某某师兄都一样，平等的。啊，我们做这些理事啊，这一些执委啊，做这一些啊，就是财政啊什么一样，你也是义工，啊，只是我们比义工多一点责任。 不是权利哦，是责任哦，就是做决定。啊，这个决定呢，就是我们的因果啦，啊，我们要背这个因果的哦。每一个决定一起背，至少七个人，不要一个人死，要七个人一起死。<laughs> 我常常讲的，哎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真的没骗你啊！不要以为哦，师傅哦，哎，是做师傅啊。 讲了算，我汤神啦，没有的，我也不敢讲了算，因为因果我不要一个人背，大家开会，我们看 majority，哎，这件事情要走，要按哦，每个人认为这样啊，好、哦，因果大家一起负责，哎，我提出来了，如果不要跟的话，哎，无所谓，一起负责，啊，我们要一起来，啊，所以这个。 只是这一点而已，啊，做这一些理事的啊，啊，nothing special 哦，告诉你，哎，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你看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有读《无量寿经》的都知道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 our look，我们的样子样貌跟谁一模一样，跟阿弥陀佛一一样，平等的。 连阿弥陀佛都是这样了，极乐世界是这样，我们现在还要什么？你是 president 不啦，president 在 meeting 里面才有，meeting 以后不料，你就是义工。啊，你到哪一个组，哪一个做什么岗位，你就要听人家的话。哎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。 所以这个心态一定要对，啊！很多人来当义工的时候还好，但是一上位了，嘿、哎，做组长了，啊，做理事了，砰，多可怜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佛陀一早就给我们讲了的那十时事，十时里面有分两个，啊，这个。 思烦恼和见烦恼，见思烦恼嘛，这两样，哎，思烦恼里面就有一条，那个贪嗔痴慢疑五个嘛，里面的慢作祟，傲慢，骄傲起来了，哎，你看我、哦、我不如人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观念一定要搞懂的哦。 学佛没有先后。学佛，你不要跟我讲，师傅啊，我学佛几十年呐、啊。我学佛的时候啊，可能你还在恨奶奶呀、啊。嗯、呃，真的啊，我那边好多的都很大的，大过我好多的。啊、呃，有一些甚至于讲啊，师傅啊，我假扬鼻，你假闭嘴呀。 也会听吗这一句话？呃，就是我吃盐比你吃米多啦，这个是倚老卖老啊！嘿,嘿，我们不能哦，学佛没有先后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他进去就跟五祖讲什么？我要做佛来的。你看，啊、呃，人家成就几块，啊、呃，有没有讲说？诶，他后面来的？No No No，一定是前面修酒的成就有吗？ 没有哦，啊，我们学会啊都有这个临终助念团。曾经有一位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助念团都是开放的，就是谁申请，我们都帮他助念，不一定是我们的佛友，只要有缘来找到我们，我们就去助念，哎，就去帮他。啊，我们曾经有一位他没有来过的。 但是我们去助念过后了，火化他也没有学佛的，是在他生病的最后一个月才接触佛法，啊，默学去跟他开始，哎，大家知道吗？Amazing！他火化出来的时候有舍利子，人家学佛一个月，所以我常常讲啊，跟那些假眼比假壁夸嘴，啊，好好那些老菩萨说。 你不要闹鬼哦，呃，知道什么叫闹鬼吗？不要泄气啦，不要人家学一个月就有舍利子，你学了十几二十年烧出来，看看不好空空的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可能你往生的时候，你眼睛还不会关哦，呃、不要这样啊！ 太丢阿弥陀佛的脸了！每一个人都知道啊，看到你都知道、哦，我这个学佛的，学佛学到这样，你看人家没学佛的，啊，刚好一个月他就离开了。我莫学还记得，当天他要往生的时候，我那一天好像是有共修，哎，我六点钟才能够过去，哎。 你知道他往生的那个时候啊，当我按他门铃，叮咚，他的女儿，嗯啊，爸爸走了，就等到我六点去，他才离开。这个有一点点好像预知时至哦，哎，他知道几时要走。嗯、当今照补，师傅过来比赛，啊，师傅不赢，还忙完了以后，哎，师傅很忙，不能不能来。 我等到他得空了，讲几时来？有 make appointment 哦。哎，你看他真的走，我一定懂不了他走了，就刚好哦，接上来助念。哎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呐、啊，一个月就成功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念来念去，念来念去，越念越久越有问题？哎。 我们的私烦恼作祟，里面的慢、傲慢，我们学佛人最忌讳的就是慢。所以老和尚一直在讲席当中劝导我们啊，一定要谦卑、谦卑。老和尚都不要讲谦虚，虚是假的，虚伪嘛。不要讲谦虚，我们要谦卑。 哎，我们不要跟别人比，我们要比就跟佛菩萨比啊！不要以为自以为比别人强，没有。哎，而我们跟了佛菩萨一比啊，我们脚毛罢了。哎，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到，你看佛菩萨都可以做，他的心量多大，我们极小。 所以不要以为哦，啊，这个给大家讲过的，一天三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每天三百拜，一万声符号以上的，为什么到灵明中这样子呢？因为非常 action，哎，他真的，他讲话不留余地的哦。他对法师，我们请法师来，他也是如此的哦。他会看你有什么本事。 上台讲经耶！Yeah, 你看，他的傲慢极高，这个学不到啦，成就不了啦。所以你看到他最后的果报是怎样？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现在末法时期，同修修行啊，不是不努力哦，不是不勤奋哦，不是不勤劳哦，但是方向错了。 心态不对啦，哎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常常在一起的，啊，所以为什么啊？莫学以前一开始啊出家了，啊，就有跟着啊法师啊到处啊外面给大家结善缘，啊，出来给大家讲解。但是呢，应该大概是两年，嗯，有两年的时间，哎。 过后啊，被我们老和尚用绳子绑住，走不了了。我们老和尚给我下了下命令，嘿，啊，不能到处去了。如果老和尚里面的话语啊，有一句让我非常胆战心惊的、嗯 oh,，very fear，我很怕。 他讲说：“你继续跑下去呢，你不单成就不了你自己，你也要为八生同修负责任。”我，我出去我没有呢，我也是在讲经呢，我讲经也成就不了我自己耶。啊，这几天过后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老和尚讲这一句话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。 不再常常在这一边跟大家一起哈、哦，我们不能继续的不断的在学习啊，有可能你听到嗯可以不错哎，没有了哦，师傅跑了哦，啊没有再继续了哦，哎，所以墨学在我们的道场里面七年没有出来，哎，不能出来。 天天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讲经，星期六《弟子规》的家长班讲《了凡四训》，天天，哎，所以在当中啊，受益无穷啊，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同修的成长啊，在一起学习的这些，大家都在成长，大家都在提升，哎。 所以老和尚讲的对，啊，讲的好，啊，为什么现在七年、啊，老和尚给的时限十年，还有三年，哎，哎呦，现在这么跑出来了哦，嗯、啊，因为老和尚原籍了吗？不是的，哎，因为老和尚原籍啊的时候，墨学有去参与参加。 这个圆又开了，啊！大家就看到，咦、欸，你出来了啊！啊，那个印尼的这个会长啊，他讲啊，师傅现在在做什么？坐着监牢啊，出不了国啊，这个是不能过 custom，哎，所以我都不出去，不能出去。 所以啊，现在老和尚圆寂的时候出去啊，大家又看到这个张脸啊，又开始是父慈悲啦啊。那时候还在疫情当中啊，很多很多的法师，尤其中国大陆的、台湾的，都出不来啊，都行行动都没这么方便，哎，要出国不方便。 所以啊，在这个紧紧急的关头，哎，这一些尤其新加坡的同修，哎，他护法来跟师父讲啊，他讲啊，现在我们净宗学会好像要善了。啊、呃，要救回来啊，那个同修啊，你看叫他回来共修都不要啦，啊，跑很多，哎，大家讲在家里面了，在家里面。 没有修了，开始过孙，啊，啊，过起以前的那种生活了，啊，没学府之前的了，啊，所以你看，所以卑鄙讲到这样了，要就近中学会好了，先出来，现在好一点点了，哎，发现到师傅一个一个可以出来了，中国的也可以出来了，哎，台湾也可以了。 我也在 planning，是时候。哎，这个不是我 planning 啊，我们的团队理事哈，已经有给 yellow c a 看啊，知道什么 yellow card 吗？哎，他已经给 hints 了啦。他讲师傅，该时候完成三年，老和尚给的最后时限啊，不能再跑了，哎，不要再出来了，哎，所以啊，有可能。 我又要坐牢了，哎，啊！现在哎，出来看看吼，啊，走走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了解到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于啊，我们修学不在形式哦，在实质，真正的利益好处。老和尚也很很坦诚地告诉莫学说啊。 到处去讲经结缘，你度很多众生，但是不彻底。就好像这个星期跟诸位讲，嗯，对，嗯，要改了。但是我回去了，我三个月、六六个月、半年过后啊，你都忘记掉了。你看，没有意义的啊。所以在到场的时候，我讲啊，有一个老虎在啊。 啊，我、呃、我在啊，老虎在啊，啊、呃，每天在盯着啊，看啊，哎，所以大家就不敢放肆，啊，很很积极，很勤力的在提升自己，哎，不断不断，那、啊、这样就能够成就。啊，我来这边增增奖金，跟诸位说结一个缘罢了，这边进这边出，啊。 一年过后忘光光，啊，真的，啊，之前他学了什么忘记了，啊，师傅讲什么忘记了，哎，真的，我们只是结缘，啊，结这个善缘而已，真真成就谈不上，真真成就啊，必须一定要把自己真的定下来，跟在你身边的这一些啊，可能三年五载。 他就看到成绩了，哎，跟在身边的至少要三年，啊，三年可能就拿到往生的 passport 了，啊，所以要真的定下来。所以啊，我们心态要正确，啊，你做任何好事善事，你都要正确。所以啊，你看我们讲了。 灵命中，哎，因为癌症，因为折腾病痛的折腾，你看，你对佛丧失掉了信心，你对你曾经做过的一切啊，起了什么怀疑？肯定会。 当我们做一直做好事好事，等一下一天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一句每一个人都会出的，就是“众灭安呢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你看，你一个大大的 question mark 出来，其实这个 question mark 是什么？就是十时思烦恼里面的最后一条贪嗔痴慢疑。以 这也是我们修学最大的要害，疑疑惑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老和尚六十二年讲经不间断，就是要我们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要有任何的疑惑，不要产生怀疑。所以我常常给诸位同修讲，我们不要。 把往生当成哦，去 casino，、哦、知道什么是 casino 吗？知道哦，赌场啊，不要当成去赌场一样哦。啊，不用紧啦，我念佛念佛，最后的时候啊，诶，能不能往生，我们就什么？我要用广东话来讲啦，因为我以前看 TVB 的戏很多，诶、哎，买定离手。 好、哦、呀，哎呀，见到吉米 m 完蛋，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们来赌一赌，不可以呀、啊，不要啊，啊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祖师大德都给我们讲了，我们不要，哎，有这一种侥幸的心态呀、啊。 啊，不要讲，哎呀，不用进来，可以的啦。哎呦，刚刚好嘞，我这样幸运呢。啊，不能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有没有讲说我要进 o r d 哎呀，这样刚好给我申请到，有没有这样的道理？没有的。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的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对一的，也是条件摆在前面了，你全部 fulfill，yes。 阿弥陀佛不能拒绝你，他肯定来接你。然后告诉诸位，我们没有这个条件，阿弥陀佛会来接我们吗？阿弥陀佛也会。阿弥陀佛跟跟诸告诉诸位哦，他现在无所不在哦。谁有看到阿弥陀佛了？啊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图片啊。啊，不是哦。 他真的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的周遭，哎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就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我们看到吗？看不到。其实阿弥陀佛，我们没有居住条件，阿弥陀佛也在要来接引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条件不居足，我们见不到他。 我们看不到，看不到他无能为力，不能帮我们，帮不上忙。他的手伸到几处，跟你要拉拉也拉不到，因为我让麦克让跨博，我们看没没看到？我们要知道哦这一点哦。所以啊，我们净土法门昨天给诸位讲了，非常。 易修容易啊，非常方便，非常简单，对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法门就叫做恶力法门，其他八万四千法门，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哦。 其他的除了念佛以外的，都是单一力量的法门。那个力量是什么？自己修，自己成就。哎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全部其他的这些法门，除了念佛以外，就像我们爬楼梯一样。 一步一步要自己爬上去，啊，有过有去过九华山吗？有登上去最高，看那个地藏菩萨的脚印的有吗？你看你要自己爬哦。我那时候还年轻，我去的时候，啊、呃，我也是爬到那边，呃，就为了看哦。<laughs> 哎，要自己爬哦。哎，但是。 在我们这一个念佛净土法门里面呢，它是属于二力。二力就是自他二力，自就是我们自己，他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和我们自己两种力量来成就，所以叫做。 容易简单成就的法门，但是这个恶力法门，现在末法时期啊，大家很多念佛人又将它误解了，错误理解了啊，错误理解也把它变成。 三义法门了。我们现在很多念佛人啊，哎呀，念佛啊，念佛很容易的啦、啊，不用紧了，以后阿弥陀佛会安排，我不用做什么，就是阿弥陀佛做。”这个变成什么了？以前八万四千法门，佛陀讲的是要靠自己修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念佛法门不是靠自己修哦、啊，靠阿弥陀佛修。 也是靠他了，你看，错啊，大错特错啊！所以不要有这个误解哦。我们这一个法门是二力，就是二力，不是一力哦，不是靠佛哦，没有哦，我们也要靠自己啊。所以刚才给诸位说了，阿弥陀佛就在至此。 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二六十钟 （twenty-four hours） 就在我们的身边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发现、没有感觉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 level 还不到。哎，真的，我们的 level 还不到。什么 level？我们的清净心。 这个清净心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像水，哎，清净的时候呢，就是水面是安静的，没有动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照到影子，有没有？啊，当它起了涟漪，啊，起了波浪，你那时候你去看照，照得到吗？照不到了。 啊，所以你去大海看一下，看到你的影子吗？看不到的。哎，看到你的样子吗？看不到的。哎，你要安安静静的水，啊，你就能照得到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法门需要自己的清净度、清净心啊，你才能够。 看到阿弥陀佛，照到阿弥陀佛，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哦，哎，所以不要忘记啊！我们修这个法门，这一次我们讨论这个课题，就是全部针对念佛的啊，把念佛以前错误的观念全部。 修改过来，哎，所以我们念佛，哎，要真真有这个清净心，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哦，哎，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阿弥陀佛做不了什么啊？为什么叫恶力？恶利是要到成佛，哎，你看。 在这边，is our part. This is our 责任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。哎，所以呢，我必须一定要做到居住这一个清净心的条件。我见到佛了，佛把我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我那时候就交给阿弥陀佛了。哎。 你看，我们一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变成阿维约之菩萨，就是地上菩萨。然后要成就佛果，最长的时间十二节。十二节就能够成功了，就做佛了。啊，最短的时间，one week，seven day，我们哪一个佛期就变佛了嘞。啊，你看。 那个时候呢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工作啦，他的疼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叫恶力，你不要以为在这边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啦啦，来加批我，来护持，给我往生，不能，记得哦，阿弥陀佛不能，更何况其他人。 所以啊，墨学常常啊，跟我们的同修讲啊，我们不要像老和尚讲的，现在末法众生啊，听骗不听劝，啊，听人家骗，啊，很喜欢给人家骗，啊，现在很多啊，很多师父，啊、你看我又要做坏人了，呃、啊，虽然是 online 哦，很多人在看哦，哎，你看我又做坏人了，真的很多师父，很多法师，他讲。 哎呀，来这个信徒，我能 guarantee 你往生哇什么叫 guarantee？有没有的 guarantee？没有的啊！啊，不用怕，我帮你往生，我可以保证你往生。No such thing，记得没有的。能不能往生？ 不在别人的力量，别人帮不到你。如果别人帮得到你，为什么阿弥陀佛不要来帮我们？对不对？你要这样想。你看，我我已经念佛了，虽然我的心态不对呀、啊，我什么，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去不了？为什么？就是往生是要靠自己的，记得哦，不可能靠任何人。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。这个一定要记得哦，不要再给人家骗了哦。听到那个师傅讲哇，他能够保证给人家就往生了的，骗人！你要记得哦，啊，这个我们就要快点离开远一点。他不知道什么目的哦，他讲这一句话，哎，没有的。 没有人能够帮你往生的，所以我们去祝念啊。我常常给诸位说，祝念是帮助他协助他，不能够担保他能往生。这个能不能往生还是他自己，哎，记得哦，哎，都靠自己。我们话说回来，我们回去，哎，这边有很多啊，佛教徒也很喜欢打。 这个颤仪的，敢清忏的有吗？有去参加清忏的，以后不要去了哦，最好。哎，你看又得罪了哦。Oh, OK，好，我们从这一些颤仪，好像譬如梁环宝颤，好像我们看我们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《地藏经》，你看到这一些婆罗门女、光目女啊，这个梁环宝颤就是因为他的太太嘛，这个蛇的故事。 哎、欸，所以呢，哎、欸，这个就给他去投生，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整个哦，以他人力量帮助而超生的哦，最多到哪里？到天而已，到天，到天上而已。记得哦，能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？ 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超越六道轮回的哦，所以必须一定要靠谁住己了？没有靠别人的，别人的力量来。师父，你给我加持，加持不了。如果加师父加持可以的话，他比阿弥陀佛更好料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也来加持吗？我们就可以往生了吗？ 不能，就是不能，这个就是 rules and regulation，这就是娑婆世界的定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你要超越，必须靠自己。但是在一切法门里面呢，最简单、最容易的就是我们念佛。哎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你要见佛，你要清净心嘛。 我们要多少分的清净心？大家，嗯，sixty percent，eighty percent，如果是 hundred percent 哦，不用了啦，不要念佛了。为什么呢？hundred percent 还要念佛？那 hundred percent 已经是佛了咯。你的清净心已经达到一百八千了之后，那就是佛了。 长寂光土里头的佛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见阿弥陀佛。我们的清净心告诉你：，假使我们是 zero point zero zero one percent only，也可以，一点点的清净心能够出来，也可以了。就是那一刹那停一下，静。 照到阿弥陀佛的样子，我们就去了。现在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？连那个 zero b o y ze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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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 都没有，真的没有啦。哎，我们的心啊，是上上下下的，没有。你看，我们念佛，我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哇，师父，今天哦，我参加这个念佛公学哦，很清净嘞，很喜欢哦。 你看，在很喜欢、很亲近、亲近当中，还有一个亲近不亲近了，<laughs> 你还有这个 feeling 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出不了，而我们要放下什么？这个、这、这一个亲近，这一个 happiness，这个法喜啊，告诉诸位。 它都是在我们五蕴当中，所以我们做法会的时候，肯定会念到《般若心经》。《般若心经》是跟我们讲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真实实的真相、事实真相。哎，然后它是大般若经，佛陀讲二十二年哦的 Synopsis，把它总结。 啊，变成我们《般若心经》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这样短。你看，你要真真实实度一切苦厄，我们的苦、我们的恶、不好的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要超越，怎么样超越？我们一定要前面那一句：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要没有。 尤其是我们的受、so, 感受，our feeling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最 sensitive 的是什么？是受、so, 感受啊。今天来啊，有一个义工眼睛这样斜斜看你而已，哎呦，我心不爽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啊，有曾经试过哎，啊，我们的道场的有一位同修啊。 不是一位而已啦，蛮多位。只是这个同学给我抓来哈，因为老虎啊，老虎，哎，所以就抓来抓来，啊、呃呃，他就嗯恍然大悟，知道什么事情吗？因为他来的时候我在忙，没有看到他。他在那边后面生气，他讲：“师傅，你看他不重视我了，我来哦也没有跟我阿弥陀佛，没有看到我。” 这个就是 feeling，所以不要啊，不要有太 sensitive。啊。人家讲一句话，对吗？哇，那个话不是讲你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啊，都咦，有啊，也有同学哦，他不来听墨学讲讲经啊。我讲了我，我我的口很坏的，每天讲不好听的话的，嘿，每天骂人的，有没有？ 哎，所以啊，他不来，他跟其他的同学讲：“嗯，师父讲经，我不要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一坐下来哦，他就从头一直骂我，骂到底。呃，每一天都在那边骂，因为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讲经嘛，每一天都在骂。一个星期过后不要来了，顶孙呐，嗯、呃，唱举着了，哎，所以他不要来，他师傅一直骂我讲，哎、嗯，我骂谁？” 我有妈没？我讲什么事情？我讲经不了呢。这个叫什么？对号入座。你自己有饭哦。这个同修有的救，他至少知道师傅在骂他，他自己知道哦。这一些经典讲的就是讲他啊，至少啦，他没有看别人哦，他看自己。所以过后跟他讲解了之后，我、哦、这个老虎也是跟他抓过来。 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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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他就，嗯，哎、欸，进步很快哦，啊，他都知道了啊。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给他看，哎、欸，啊，我们曾经有一些啊，我今天讲，哎、欸，讲完了之后，明天发生的事哦，不是我今天讲，我骂他没有哦，是明天过后呢，哎、欸，他讲哦，这个师傅昨天才讲哦，我又在做错。 哎，你看，不是我骂他的，知道不？我没有骂人的啦，我讲实话罢了。但是忠言逆耳，哎，讲真实的话呢，都是不好听的啦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来结缘结缘的，所以我们的李师啊讲，师傅你不要这样讲话，等下你没有法缘啊。呃 等下你要脱空波啊，出去没有人会给你啊！哎，人家看到哇，觉贤法师，呸！哈哈，我就惨了了所以我跟他讲，不用紧，那时候我可以往生早一点，哎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佛一定要实直哦。其实，在点点滴滴我们的生活里头的，哎。 不要把佛法变成谈玄说妙，那一些遥不可及，讲一些我们真的不能理解的，不要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？哎，我们这个也是墨学出家了以后才知道，因为受戒了才明白到的。哎，跟诸位说，释迦牟尼佛不允许我们出家众哦，讲这一些哦。 啊，我们自己看到、感觉到的东西，我们都不能讲哦。哎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要把它变成迷信了。这一些东西有没有存在呢？告诉诸位，肯定存在。但是我们不提它，不讲它，它原本就在嘛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据啊，我们真实佛陀给我们的教导去做就好了。哎，一切都会改善。所以从那里开始，诸恶莫作，一小小的恶事都不要，在里面心里面的那一些感觉感受也不可以。好像譬如这个组长来。 你就很厉害咩？哇！你看啊，这个很厉害咩？就是你的傲慢，你的称谓啊！告诉你，我们老和尚也讲了，厨房两个人而已啊，都会吵架而、啊、一个要要求，哎，你你这个一。 糖不要放这么多，盐放多一点。你将会煮哦，你来煮咯，丢给他了，不要煮了啊。你看，两个人都可以吵架啦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叫修学吗？这样告诉你，你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，你做多少堂功课，你念几部经都没用啦。 所以我们老和尚老早就给我们讲了什么叫修行。我们在佛门里面就是要修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叫修行？修行不是打引庆、敲木鱼，不是；修行不是来做早课、晚课，不是；修行也不是参加法会哦。 做佛妻哦，不是，哎，修行是在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，这个就叫修行啦。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叫修行、啊， 所以老和尚讲啊，你一天磕一百个头、两百个头、八百个头都没用。如果你还觉得自以为是，你还有一个星点的这一个贡高我慢在，认为别人都输你，别人都不如你，哎，这样的心态，你磕头没用哦，你拜佛没用哦，你最后拜到最后，你讲哎，这么哎。 我我会中 cancer 的，还是一样哦，哎，所以啊，李老师非常的贴切讲了一句：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。如果我们没有修行，记得哦，修行不是读经哦，不是敲这一些法器哦。 这个是真实的，哎，所以有人就问了、啊：“师傅，现在佛教不是做这些吗不是念念念一部经回向吗念佛回向吗？啊，这个这个这个功德啊，有功德啊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怎么讲呢？” 释迦牟尼佛当年有没有经典？有吗？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没有哦，是释迦牟尼佛四般涅盘了以后，弟子才去把他一生所讲的来结集的，才把它列成文字，我们才有今天的大藏经。 这些经典哦，所以当年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有没有读经的？有没有像我们这样拿一个木鱼？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慎重第一，有没有？没有啦，没有的。 这个是后来演变出来的，所以为什么我头一天就给诸位讲了，不要把经典变成课诵本。经典哪来读？读的意思是什么？研究，哪来明白？哪来深入？奇意的，记得哦，哎，所以。 我们呐、啊，不要修错了。我们一生人学佛的时候，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啊，以为自己在修行啊。你看老和尚一句很简单的，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，这叫修行。我们几时做了没有？我们就是啊，来边。 <脸 S 2> 这个叫修行吗？不是啦，这个叫唱歌。真的啦，这个叫唱歌罢了啦。这个《念慈赞》，佛陀讲的吗？不是啊，也是后人写出来的。哎。 所以我们真的啊，学佛现在颠倒两个字，颠倒了。所以哎，这句话我们李事也是讲，师父啊，讲这样子好像很严重哎，不要讲可以吗？但是我今天又要讲了啊。啊，他应该也我们的李事也有在看，嗯，他讲，你看师父不听话啊。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末法众生哈，我们末法时期的这一些修行人，这个是很坦诚的跟诸位说，尤其是我们大乘的修学大乘的，我们专做我们专做佛陀没教的，我们做的很多很多，做的很落力。 做的很勤劳，都是佛没有教的。佛有没有教我们 how d o 敲 drum？咚咚咚咚咚咚咚有吗？没有啊。但是学鼓的，你问他，我们一天啊泡在那边不懂念几久？我跨了两步，没有看你念佛哦。 你天天就在那边咚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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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嘁咚哎，你看，我们修行吗？在修行吗？No，不是啊，我们专做的跟佛教的不同啊，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了。我们老和尚曾经在讲席当中讲过，释迦牟尼佛当年。 没有大庆，没有木鱼，没有早晚课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呐、啊，你看四十九年半班教学三百余会，他们的共修就是讲经说法，解除众生的迷惑，众生的问题，只是做这样的事情，不平白的面对到事情的。 释迦牟尼佛告诉他：“这宇宙的真相，今天为什么会这样？哎，如何来解决？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佛法啦。所以我常讲讲佛法是什么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教育，教我们怎么样生活幸福、美满、快乐的啊。所以欧阳靖吾大师啊，给我们讲的。” 佛法是今世所必须，每一个人为什么现在的人？你看，几岁得忧郁症啊？小学就开始有了啊！你去看小学生啊，排队去看心理医生的很多啊。为什么？不懂得生活，不懂得怎么样。 舒缓心里面的这一些压抑，所以啊，是每一个人必须学的佛法，啊，这八万四千法门，这大藏经里面的一百六十八部八本呐、啊，全部三藏十二部，哎，都是在讲我们生活的问题。 啊，我们修学这个念佛法门的，我们只要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够了。这《无量寿经》就给我们讲的很彻底了，怎样做一个真正实实的念佛人？所以啊，哎，刚才又又讲了一个不该讲的话啊。我们专做什么佛没有教的？ 佛陀教导我们的，真的很多道场，默学去的时候，我都劝导，讲，哎呀，至少每一个星期，如果每一天做不到，你每一个星期至少一天，啊，我们一起来研究经教，经典，有一些道场真的是没有，一年到头来都没有研究经典的，没有研究经教的，啊，天天就是念佛共修。 天天就是法会，哎，就是做这些事。这个不是佛啊教导的啊。然后有一些就讲：“哎呀，师父，你不通吗？你是师父，你有师，你的道场有师父，我们没有。”这个是什么？陈德法师给我们讲的：“临位成功找方法。” 不为失败找借口，没有师父不能够上座奖金，对吧？好，没问题。读书会可以吗？在家居士，我们大家一起围起来。老和尚我在身边做侍者的时候，老和尚亲口教我，他讲找四五个同参道友，修学佛法不能一个人自己成功，尤其在这个末法时期。 我们自己哦，在家里面哦，自己修自己听经哦。告诉你，我们听听听听经就是歪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很会啊听错的。其实听错是听什么呢？不错，这是因为把佛法自个合理化，随着自己的意识去解释、去了解，所以就歪掉了哇、啊。所以老和尚告诉我，找四五位。 志同道合的同餐道友，哎，这一个经，我们用 CD，用卡带，用书也可以，不用多，半个小时，十五分钟，啊，播好了，完了之后，关掉，大家分享刚才听到什么，每一个人都讲，看自己听到什么说出来，分享。 你在分享当中呢，你就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点，跟你的不同那在哪里？所以这样子呢，左拉一下，右拉一下，诶，又再拉回中间，不会歪掉。所以学佛末法时期不能够闭门造车，不要以为你哇念佛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念，我念到很好。 往生不了啦！啊，这一种人比没念佛、没学佛的习气还重啊！他出来外面啊，格格不入啊！啊，你看曾曾经有有这样的人呢，哎,哎，我们道场也有，他自己在里面自己自修。然后我们法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操这个牌位啊，他必须一定要参与嘛。所以他来的时候，他跟我反映：“师父，你叫我来啊。” 你知道你的道场是什么斗乱场啊，这样斗闹场啊，来这边呢、啊、不是真修的，没有一个真修我。我我讲哇，你好料哦，你,你看得到你三里面最潮那一个是菩萨来的嘞，啊，趁愿再来的人呢，你那你知道？哎，所以你看他已经功高我慢了，太高了，太难了，这一些这种人很难。 啊，所以啊，你看他越修啊，哎，不久以后就听到了他啊，病卧在床不能起啦等等的问题，哎，这个业障现前啦，所以我们不能啊，不能够闭门造句啊，没有师父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学习哈。我们可以怎么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做读书会。 用同样一本书啊，很建议大家用《念佛成佛》这本书，因为这一本书是《无量寿经》重要老和尚四册开示讲记里面的最重要点摘录出来的，它是一条一条，一折一折 o n e two three，它是 point form，所以很容易，每一天大家一起哎学一条就好了，哎。 啊！大家读完了之后来解释，大家看这一段是什么？哎，共同学习。我们要真的从这边开始，我们要以经教为主，不要再法会、法会、法会了。哎，好，这次来做法会的，但是又讲不要做法会。 好，啊、哦，我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向下文长复以来日，我们留待明天继续带给大家来分享。好，我们直接回向阿弥陀佛。